大家好，我是小六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山里面，找一种草。这种草呢是专门我们农村呢经常拿来做那个扫把，专门是刷锅的一种扫把。到上面去看一下吧。看，我们找的就是这种了。这个呢要一定要非常的小心，因为它这个叶子呢是很锋利的，一不小心的话就会割伤手。其实这前面这一个白白这一块可以吃的，甜甜的。以前呢上山来摘野果总是摘这种来吃，就是这一块。三莲子的花开得非常鲜艳了，现在看到吗？非常的漂亮。现在这个三莲子已经结成果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就是果。好热。该回去吃中午饭了，这里应该也够做两个，我估计三个都够了。走了。